刮胡之后呢，再乘上多少？乘上7。哎，你想说，哦，这个感觉跟函数不是一模一样吗？只是前面的东西有没有多了一个 sales？ 哎，那你想说这样跑出来，结果会不会跟刚刚一样呢？其实哦，我们来试试看就知道。那我要怎么跑？先把这个里面的资料先清掉，然后我来试一下给各位看。刚开始哦，记得就是把这个画面哦调整在旁边，然后按下那个侦错里面的 F， 主行 F8， 按 F8 一个，然后往下跑哦 ，F8 负一有没有看到？零一二三四，这个挡到哦，五再 F8 有没有看到？六七八九十，一直往下。那如果说你已经手按得很酸了哈，有没有想说啊？后面我不想再按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那怎么办？上面不是有一个执行，对不对？全部执行，按下去，全部都执行完了，它就跑完了，应该了解意思吧？它就会从10，然后1到7，11，1到7，一直到15，1到7，就全部跑完，然后并且把结果输出了。好，可是你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结果？这个结果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有没有？接下来还要做什么事情呢？把小于1的跟什么？跟大于那个 L3 的值，让它不显示。那如果在函数应该刚刚会了哈。那可是，在 VBA 怎么写？其实差不多，也是用 if 判断一下。好，那判断的方法的话哈，我想这个等一下下一阶段好了。好，这样各位先到这一阶段。先把这个东西可以输出，并且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。OK， 好，那只是这一行稍微改一下。好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